呢，迈上红毯的四位年轻电台 DJ Yes 933的高玫瑰、陈启佳、朱泽亮和林品娟。年轻就是不一样，他们的出现呢，马上让红毯这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四位今日晚上呢，都会角逐最受欢迎潜力星。不只是他们，我的搭档张颖双也入围了这个奖项。相信这次呢，首次入围的他们呢，肯定非常的兴奋。